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11号，星期四啊。这个上帝降临啊，南非佩洛西呢呼吁这个拜登退选，好吧？这个也当然他不是这么说，他说的更温和一些啊。南非佩洛西说啊，他说这个拜登呢是否继续参选，这取决于呢拜登啊。那但是呢，希望拜登呢能够尽快做出决定来，等于呢就是无视了拜登一再说的我会继续竞选，说了无数次了，他说拜登他现在还没有做决定。他说我们要等待拜登做决定，拜登说只有上帝能叫我退选，你们谁也不要劝我，只有上帝能叫我退选，除非上帝出来，知道吧？那我说那他怎么样，上帝降临了，那这么一个情况啊。这个南特皮特说，他说我们鼓励拜登呢做出正确的决定啊，因为时间不多了，这话说的太有意思啊。然后乔治克鲁尼说啊，说拜登应该退选，以便让民主党人呢有机会击败川普。上个月呢，克鲁尼主持了一场呢筹款的大型活动，拜登呢和奥巴马呢都出席了啊。那克鲁尼说呢，说出来很痛心，但3周前呢，在这个募款活动上和我在一起的拜登呢，已经不是2010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拜登了，他呢甚至已经不是2020年的拜登了，就2020年呢都已经够老了吧，现在他这个拜登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辩论中看到的那副呢。带样子了啊，就那样，就是真的，不是什么倒时差，不是什么没睡好，不是什么太累了，他就那样子，就到这状态了，一点变化都没有啊。然后呢，佛蒙特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呢，这个彼得·威尔奇表示啊，说拜登应该为了国家呢退出总统竞选，这是首位呢发出退选呼吁的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，这是第一个参议员啊。那么众议员已经很多了，纽约州的这个帕特·瑞恩呢和俄勒冈州的厄尔·布鲁梅索尔啊，分别是第8位、第9位公开呼吁拜登呢放弃竞选连任的众议员，众议员已经有9个了，参议员现在有1个啊。那当然了，就说我开玩笑说这个上帝降临是指着谁呢？南特佩洛西吗？国会山股神吗？这国会山的神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！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上帝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拜登说恐怕就要退选了。他不说上帝出现他要退选吗？你知道上帝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们经常开玩笑啊，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伪装成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，美国呢？美国是伪装成国家的一个什么公司？对，所以美国谁说了算？金主说了算，资本说了算。你还记得当年这个谁啊？就是说这个以巴刚开始闹的时候，那个不有3个校长，在国会然后弄得这个犹太人不高兴了嘛，让他们这个辞职，对不对？当时哈佛那个女校长是一个非洲裔的女校长，好像是哈佛第一个非洲裔的女校长，对不对？坚决不辞职。然后呢，哈佛大学呢当时好像是什么？70多个还是700多个教职员工写联名信啊，要求他们要求言论自由，要保护校长。然后呢，哈佛的那个校董学校的董事会也开了会，最后呢宣布呢是支持校长，说校长没有错，不会的这个辞职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华尔街的金主们就开始停止给哈佛捐款了，后来停了10亿美元捐款。然后呢，校董和校职员工说要不您回家吧，您应该辞职了，你懂意思吗？就说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在美国谁说了算？资本说了算，金主说了算，最后是资本说了算。所以拜登现在问题什么呢？就是说民主党的金主出来警告了，说如果拜登不退选的话，如果拒绝退选的话，那么大选的资金将会枯竭，明白了吧？那据说呢，现在民主党已经有2/3的金主现在不是说不在这个捐款了，只是先暂停了，想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等一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因为大选嘛，这个两边可能双方都会差不多10亿美元左右，现在来讲，但也许今年更多啊，反正上一届双方都是10亿美元左右。那拜登和哈里斯他们现在可能有2亿多，不到3亿的这个，那后面可能还差了7亿美元的这个款项，那么等着金主们要往里面这个填啊。那金主们一旦停了之后呢，那你这个款项可能就停在这儿了。那据说呢，在这之前拜登所筹掉的竞选资金其实一直是领先于川普的，但是在第一次辩论之后，川普一下就超过去了，一下超过拜登，现在据说已经比拜登多了1亿多了啊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这个金主的都这样，金主就说我们支持的是什么？支持是什么？支持的是会获胜的那个人，是赢的那个人，你懂吗？就是上次那个班农跟一个金主不也出了问题吗？那金主就跟班农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支持总统，知道吗？他们就说，那班农就说在我和川普之间你支持谁？他说我支持总统，他没有说我支持谁，他说我支持总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川普当总统我就支持川普，如果班农你当了总统呢，我就支持你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就美国的金主特别有意思，知道吗？我支持总统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就是谁赢了我支持谁，
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民主党基础上，你有机会赢，我们拿钱出来往下砸，让你去赢。如果你已经没有机会赢了，你输定了，我们当你挣钱干什么呢？不浪费吗？当然还要保这个参众两院嘛，保国会，但是反正那力度就不一样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你不需要这么多钱，对吧？你输定了，我们就只保国会而已。保国会的话，我们需要的钱就少多了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所以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没必要在那地方扔了，这钱我白拽了嘛，谁的钱也不大风刮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金主现在就暂停了，我们先等一等看一看。但问题在这儿，这你不能停啊，这你停了，那拜登还有民主党的大选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怎么办？大家都等着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母鸡带小鸡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我说这个上帝降临呢，就是让你知道美国呢真正的谁是上帝啊？拿着钱的那个就是上帝，资本就是上帝，知道吧？金主就是上帝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这就是上帝降临了，就跟这个哈佛的校长一样。知道吗？什么教职员工支持你，什么校董支持你，什么学生支持你都没用，最后资本不支持你，知道吗？金主们不支持你，你就下去吧，就回家了。所以拜登现在问题在这儿了，知道吧？南斯佩勒斯呢说的这话呢，其实模棱两可的一个话，但其实是也是在劝拜登这个退选，不好明说。乔治克鲁尼他们就说的就非常非常明确了，但是金主们不给钱，比说任何东西都好使，不拿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认为呢，基本上没办法了。那金主们呢，这个上帝降临，我觉得拜登退选呢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其实他第一轮辩论之后呢，我就说他其实48小时应该退选。第一轮辩论之后，正好不就是这个周末嘛？周末他们不是开一个家庭会议嘛？当时本来说家庭会议开完之后呢，他就要这个就退选就得了。结果呢，他儿子的这个死活不同意啊。他儿子主要担心什么？担心川普上来之后对他进行一个政治清算。啊，美国现在这个以前来讲，基本上政治失败了之后呢，是不做这种政治追杀的。但现在这政治越来越难看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美国以前这个政治还是比较 decent 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是一个旋转门啊，我下台了，我去捞钱了，你来执政啊。等你执政的时候呢，我去找个什么公司的当什么顾问的，当什么我去捞钱。等到我执政的时候，你去捞钱，我也不管，我捞钱你别管，你捞钱我不管。大家其实是有一个默契的。那这个来讲呢，你看。台湾这个就是其实挺黑的，台湾这个政治没有一个默契。你包括上次就是蔡英文跟着韩国瑜结束了之后，我们认为按照美国的这种政治规矩来讲，就是说结束了就不再搞政治追杀。但是蔡英文咬着韩国瑜没完没了咬，对不对？那最后那这种事，你如果这么搞的话，就是你不体面，那就没人，你不想要体面，那你就别体面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你蔡英文现在刚下去几天啊？一个半月都不到啊，两个月都不到，一个半月了，两个月都不到。现在赖清德对你郑文灿下手了，这郑文灿当年叫你大阿哥吧，对不对？这好像叫你大红人吧，对不对？都动手了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你看他们，然后他们行，你敢动手，我就敢开枪，我操，当街敢把你们家的庄主在大马路上双枪上去11枪，当街打死，光天化日之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反正。但是我觉得啊，美国现在的政治应该还不至于搞得这么难看。如果最后搞得这么难看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这个川普最后赢了，当选了，然后川普对拜登家族及其家族进行政治追杀，把亨特·拜登送监狱去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当街把川普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行了，那美国政治就跟台湾同流，都到那个 level 去了，就整个就我的天，你知道吗？就跑到那个整个这降三级这 level， 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是。不过也有可能，就没办法。现在就是说，这个越来越极端，双方对立非常严重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这个亨特·拜登呢，就是希望他父亲能够选下去？他很担心最后自己呢被这个政治追杀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亨特·拜登呢，其实不用太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就是说民主党换了一个人的话，能执政的话，其实你担心的是川普赢了对你进行政治追杀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民主党最后是另外一个人。执政了呢，估计也会保你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毕竟是前朝的太子，动你的他主要也不太好看，而且没必要了。你爸都下去了，就放你一把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你让你爸退选的话呢，如果民主党来一个年富力强的，也许能赢了，对不对？万一要赢了呢，你不也有保证吗？当然了，就不管怎么着吧，他爸爸只要一退选，他再想50万卖一个小盲棒是不行了。他现在拿张纸上面随便画个小盲棒就卖50万美元嘛，你知道吗？那肯定这是没有了，那钱上肯定是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爸要在呢，他那随便拿张纸，那就是他不是画王八，他在纸上画的都是美元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画的美元都是100块钱一张的，他画的美元是50万一张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哎，不管怎么着吧，反正拜登呢，如果最后呢不是自己主动退选，如果是这样子，最后被金主们给轰下去了，也挺难看的。
其实还不如当年就及时收听收看此动机，听我的四十八小时自己推演得了，还好看一点啊。不过咱们看吧，看看最后怎么着。然后，但我估计应该差不多的，因为金主们只要停止给钱，这个估计最后的结果也就这样了。所以因为没办法，美国是伪装成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，好吧？那今天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